大家好，我是浪味仙。小点声音。我是你们是一只小米米，一个人的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我吃的多吗？不多，不多，不多。还有米线，记得一定要来哦。网友的脑洞真的大，珍珠奶茶煮螺蛳粉都不怕，今天我来搞一下。拆一包在我直播间买的螺蛳粉，煮熟之后加入珍珠奶茶，加入酸笋和配菜，最后加入辣椒油和白醋，撒上腐竹，大功告成。这个味道闻起来没有什么异样，我去找几个试验品。佳琪，你尝一下这个螺蛳粉吧，可好吃了。这会是试工商吗？咱们这是一个新品，放心大胆的吃。咋了嘛？天哪！不是了，这是恋爱的感觉，放心大胆吃。好吃嘛，好吃嘛，好吃嘛！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吗？这个新的螺蛳粉，你吃一下。这个上一哈嘛的，还很好吃，真的。好吃嘛，好吃嘛。好吃嘛，我想说脏话了。